呢本畫冊呢，叫《受圖畫稿》，係我從香港移民嚟溫哥華開立一個創作藝廊嚟教授學生畫中國水墨畫。唔經唔覺18年啦，咁呢18年嚟呢，我從教學生中呢，畫咗好多示範嘅圖畫，咁我於是乎呢，將所有 示范嘅画将佢咧系编集成为呢一本授图画稿，取材比较系简单啲，线条明朗啲，希望呢本画集对一啲初学嘅朋友嚟讲有参考嘅价值。
喺温哥華 Richmond 市嗰度咧，有個好大嘅 Leicester Mall 咧，邀請我哋咧係 picture show 裝埋佢哋嗰個 fashion show 一齊展覽。咁我哋咧就喺畫咗一張好大張嘅荷花。咁裱好佢之後咧，就擺喺佢哋時裝表演嘅出台嘅前邊做背景。當舉行嗰陣時候，相當和諧，所以亦都係一個嘗試中國畫同埋時裝表演相結合埋一齊。